增加一个内坝的话，长得就类似像这样子。哎，这个地方有没有这个内坝哈？那里面的话大概就是一样会有四个项目，哎，四个项目跟上面一样哈。那顶多是加 icon 啊，因为我们那个 list view 里面没有 icon。那除此之外哈，好像大部分都一样哈。那我们前面有讲过了，做的结果其实就是在这里哈。那你会发现呢，这个是完成的程式，但是你会发现哦，list view 跟 net bar 有什么地方是不一样的？其实哈，它最大的不一样哦，就是它外面呢都一样是 UL 到 UL，然后 LI 到 LI，这个都一样，超连接也是一样的，差别只是说 net bar 外面这个会包一个所谓的 DIV。哦，哎，DIV 的话其实就是插入一个版型啦。我们之前是在外面先插入个版型，然后再做后续动作啦。那当然，如果你要快一点的方，比较稍微又更快一点的方法的话，你可以怎么做啊？先第一步啊，你可以先在那个下方这边，如果我要增加一个这个项目的话，那我就把它切回来。然后如果是比较快的方法啦，也许你干脆怎么样，拿上面这个来修改。好，OK。那如果你不用上面修改的话了，变成你要重做。那重做我们前面有讲过了哈，所以呢，如果那个 net bar 怎么做，有些细节，假如你不知道，可以看一下前面的影片哦。那如果我现在讲一个稍微又更快一点的方法，就是拿 list view 来修改。那 list view 怎么修改哈？第一个，你外面先包一个 div 哦，所以 div 呢，你可以从版面这个里面有个什么插入 div 有没有？你会发现呢。按确定之后，啊，记得哦，是从哪边哦？从这个，因为我发现同学可能比较从这边切到版面，啊，版面第一个按钮就是了，啊，这个就是 DIV 啦，哦，你可以按一个确定，它会在这个地方，你要插入点里面呢，增加一个叫什么新增。那实际上你当然可以看一下，其实旁边就是增加这个东西啦，有没有？DIV 开头，DIV 结束。里面呢，只是有一些文字在里面，所以哈，如果说你觉得刚刚那个方法太麻烦的话，还有一招，你干脆怎么样，直接自己打个位，可以啊，你就直接游标放在这一边，然后呢，直接在哪里呢？找一下你要插入的这个点啊，不过记得啊，一定是在这边的什么呢？哎，因为我要放页尾，所以记得是在 div 的那个什么 data row 是 footer 啊，记得放这边。然后呢，它的标题啊，我建议干脆把它拿掉了。这个其实底下不需要标题字，所以这个可以拿掉。然后呢，在中间我习惯按 Tab 键之后的话呢，把这个 DIV 的头啊，把它复制或 Ctrl C。那我习惯拖拉按 Ctrl 键。然后呢，自己加一个结束，它一定这个才是开头。它的结束的话呢，再把它复制一下，它的结束是多一个什么呢？多一个斜线。所以呢，这个是它的开头，这个是它的结束啊。其实这个做出来的效果哈，就等同什么？等同你用版面里面插入 DIV，结果是一样。所以有时候干脆直接从这边好像反而比较快。那我中间呢，可以把它 Enter 一下，就是一个在上面，一个在下面。中间呢，记得哈，再切到哪里呢？切到 UL 到 UL 结束这里，把程式怎么样？复制一下。贴到哪里呢？贴到这边来。刚刚 DIV 开头跟结尾的中间，其实拿刚刚的那个这个东西来改就可以了。但是哪里不一样哦？你可以发现哦，DIV 的头，DIV 的尾，对不对哈？然后呢，记得把它里面的有一些叙述拿掉。刚刚加的这个 data inset 跟 data row，还有什么 data sync 哦，这个把它 delete 掉，因为我们不需要。所以呢，恢复成 UL 到 UL，好，那只需要做什么事呢？就是在这个 DIV 的后面呢，加上一个什么 DIV 的 data row，它的角色你自己用打的也可以啦，或者是说，如果你不想用自己打的话，你可以从这边去选取，它有个叫什么？哎，data row，好，所以你打一个 data R 开头，哎，这边有个 data row，等于什么呢？你直接给它一个叫 nebar，data row 等于 nebar，哎，这样 OK 了，有没有？意思就是说，针对这个 DIV，自己去怎么样，去加上一个 nebar 的啊一个角色给他。好啊，这样的话呢，基本上哈，我们做的结果呢，就大概接近了。不过哈，等一下还要再补什么，我们把它先点一下这边一下。哎，你会发现这边出现了，
及时看一下，哎，有没有发现这边出现的？但是呢，还差什么呢？还差 icon， 所以你可以怎么样呢？在这个地方哦，直接再把它切回来。那 icon 怎么加呢？这个可以在这边哈、哦，找到一个叫 data icon 的一个选项 ，data icon i 开头，哎，这边有没有？那我就在这边选择我要的 icon。不过呢，因为哈、哦，这边其实能选的 icon 没有很多，前面有讲过，总共会有17个。那也许呢，我这边用什么 info， 这边用 bleed 哈、哦，这边好像用 plus， 这边用 check，OK，、okay， 大概会这几个。不过不一定，你可以自己选哈、哦。那我大概按照这个顺序，一个是 info， 所以这边的话呢，可能找到 info 就是一个惊叹号。那这一个的话呢，也许就是一个表格，就是 grid 啊、哦，这边 grid。然后这个的话呢，是一个相片是 plus， 所以这边的话是一个 plus。那意见回复的话呢，是一个什么？一个 check， 所以这边有个 check。OK， 好，那这个图是至于它里面英文意思跟它的那个图各表是什么啦？我好像在前面有一个好像102的 app 里面就有那个图对照表给各位看，你也许可以查前面的东西哦。那做完之后的话，我们把它及时看一下，有没有发现这边就有出来了？好，但是呢，还有个地方颜色好像不好看，所以怎么办呢？如果你要改颜色了哈，一样的方式，记得把它整个选起来。不过可能还是要确定一下是不是整体选起来啊，确定一下它 data row 是不是 navbar， 好像不是，所以干脆直接从里面选。因为为什么我一直强调一定要左边这部分？因为很多地方哈，你选右边好像常常会选错，所以会造成其实不是你的错，是因为它没有办法选到你要的那个范围。再来你可能注意一下、哦、这个地方它是 navbar 之后，那你可以把它改成什么，改成就是 data sync。 刚刚讲过，也许你要改黄色的话，你可以 data sync 改一下，看一下即时 data sync、哦、不过、哦、印象中好像它 navbar 好像没办法单独让你去做颜色变更，所以你做了好像等于白做、哦、算了，这个没办法变更、哦、好，所以 data sync 对 navbar 无效好像是。那怎么办呢？我记得好像是改那个 footer 的样子， footer 要整个改，看一下 footer， 确认一下，因为我有点可以了，有没有？所以如果你改 navbar 不能改怎么办呢？你要去改那个 footer 哦。所以 data 如果你要改它的背景哦，这个 navbar 它比较麻烦一点点，它一定要去改 footer 它才能够变更颜色哦，这一点可能要注意一下哦。另外的话有一个最后有一点，就是说它现在浮在中间，理论上应该是它要能够掉到底下，能够随着它的高低，页面的高低自动去调整。那我前面好像讲过，你必须在什么 data pose 有没有，这边要把它改成什么，改成 fixed， 意思就是说呢，我要针对啊，不过改的话一样是什么 data、这个什么 row 为 footer 的时候改颜色，更改固定哦。OK， 它会固定在哪里呢？固定在上方下方，所以改一个 fixed， 有没有？它就自动就过来了。那所以你做完之后、啊、当然呢，你希望将来呢切到摄影名词下方也做一样的事情，那你可以怎么做呢？可以把刚刚这个 footer 有没有整个选起来，记得哦，选的时候、要格外小心的。我的习惯是点这一条线，它会整个选起来啊，确认是不是整个选起来哦啊，可能有时候如果你怕不对，你可以这个对这个，然后这个 div 对这个 div 啊、哦，一定是一对的。如果没问题的话，你把这个复制一下，复制之后呢，你可以切到哪里呢？切到复制这边好了，复制这边哈、哦，然后切到哪里呢？切到摄影名词的页尾，一样把它点一下，记得要点到页尾哦。点这样才对哦，你不能点到上面，点如果点错的话，变成你贴到上面就好。页尾的部分 ，Ctrl V 贴上，好、哦、啊，这样的话你会发现，你做一个哈、哦，其他的页面呢也会长一模一样。但是贴的时候，可能记得哈、哦，那个小技巧一定要特别注意哦，一定是点什么页尾的上面这一条线，把它贴上，好啊，试一下及时，然后现在都会跑到下面，摄影名词看看，有没有跑到下面。相机种类里面空的还没放、哦、
然后意见回复，哎，里面是空的，有没有？这样的话，基本上呢，我们就完成了我们大概的第一阶段哦。OK， 那目前的话啊，不过还缺一个回首页，因为你会发现啊，哎，这边四个切来切去，可是如果我说我今天要回首页怎么办？哎，我希望哈、哦、能够在这边出现一个什么一个 home 的图示，这个前面好像有讲过了哈、哦，这个多一个 home， 点击它可以回 home。那要怎么做？待会再来看。那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哦。